为什么我个人推荐这个营队的活动，因为这个营队我并还没有正式的
这个发这个什么海报要到各校哈，但是目前呢现在已经快额满了，报名额满。那我在不同的班级都有做点简单的去做点告知你们这些活动。哎，因为其实要这个活动呢是叫做在暑假有三天两夜的营队活动，好，夏令营啊，三天两夜，然后呢是必须要住宿的，好，然后这三天两夜的活动呢，这个活动内容叫做监所关注营。啊，监所关注就是去了解监狱里面的生态、监狱里面的文化，包含从法律的层面、从犯罪防治、从心理、从这个什么教诲、教化啊，或者是说从这个不同的层次来去看一个监狱。那我刚才说的其实有点广，当然医学也是有了哈。那你说有点广，因为其实监狱里面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那这是台湾的 NGO 团体，我觉得是第一次 NGO 团体里面办的这个像这样子的监狱关注营。我觉得机会非常难得啊，就像上个礼拜四晚上这件事情，这个营队的活动资讯才出来，但是在礼拜六就已经有七个人报名了，好，到截至到昨天为止已经20个人报名了，然后呢，因为它是针对全台湾只有30个名额，所以有点紧绷了哈。他是在台北大台北地区，然后就是他会住在国军英雄馆，好，会住在那边三天两夜。那请问各位同学，大概看多少钱？不用钱，不可能啊！3000，还有吗？12万？是为什么12万？你是土匪是不是？好，多少钱呢？不知道是不是？好了，其实我会觉得我个人会觉得这个费用很便宜啦，因为它只要2600。这样，你们可能是什么太贵了？太便宜吗？好，我是真的觉得，因为三天两夜的活动，因为它只要2600，而且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还可以再减100，2500。好，那100也不无小补了。好，当然它是包含吃、包含住、包含所有的课程内容，还有包含送你一件新的 T 恤。好，那我觉得机会非常难得。如果你是未来想走这方面的话，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再加一点经验。而且你说高二升高三可能时间并不多，好，那所以呢，如果你高一升高二这个暑假你真的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参加，我鼓励你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当然现在我们还在接洽当中，看有没有监所愿意开启大门让你们去参访，但是因为现在的疫情为由，好，目前的大部分都不能参访，好，目前都不能，也不能参访的为由了。那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努力当中哈。那如果有各位有，假设你有兴趣的同学哈，有兴趣同学你可以下课来私讯我，就是下课时间来私讯我一下，那我就把链接给你，把链接给他。因为主要是建议你在报名的时候，在最后的两位你怎么得到这个资讯，建议你先写我的名字。那就建议写我的名字，原因是因为不是我推荐，是因为万一到时候额满的时候，你这样能够先把你先报出去。要了解吗？要了解吗？这里有黑箱。哎，不要讲黑箱啦，哪有什么东西是没黑箱的？也不算黑箱啦哈、哦。你只要在安全名单之内一定没问题。可是万一你超过30个人的情况之下，那当然人家总是要筛选嘛。但是如果你先写，就哎，比如我上课有推荐的话，那当然就比较能够先保留。像我知道我们板中就已经有人已经报名了，然后我们熟悉的高中也有学生已经报名，目前好像不优惠，你过去报。那刚才有几个班级，有几个同学都有兴趣。所以我还是把这个资讯先给你们，你可以考虑看看，当然你也可以参加别的营队的活动，也对你都会有帮助的。好，那接下来我抽一位同学帮我填写心得8号。好，写过了，好好，那就12号，写过吗？好，那写心得那很耐的人，那很开心，好，谢谢。好，那我们今天会进行到生命教育的最后一个主题重点啊。那这个主题说好教不好教，说难教不难教，因为它太过于抽象哈，还是灵性修养。因为从小到大都没上过灵性的课程，我们包含在讲伦理学，你可能都还从那法的层面知道。我们包含在终极关怀，你可以从生涯规划的课程的某种程度来了解。我们说人学探索，你可以从什么生物啊，或者什么加深啊去了解。我如果说哲学思考，可以从佛文啊，从公民的角度来看。但是灵性修养真的很难，包括说类似像什么样的学科哈、啊。那当然是我刚刚有点过于抽象，它是我们这边第5个学习重点。好，那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灵性，但是你也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那我们今天最后听一次《海洋情缘》的这一首歌曲。那莫那公主为什么样的原因会基于她要决定要出发，
去把海洋直接还给长辈子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的阿妈不断的告诉他说，你不要忘记你的使命是什么。好，那秉持着你的人生的使命，好好去做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听一下这个莫那公主她的阿妈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跟她说了一些重要的话。妈，在于他这个初心，就是决定说他要不管多远，不该怎样，也不要不需要忐忑了，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往前去走哈。好了，人生当中知道至关紧要的第三个问题的人，怎么该活出所该活的生命？我们现在探讨到第一个问题的为什么活的，人应该为爱而活的。第二个人如何活，人应该行善，对不对？第三个人如何活出所该活的生命，就叫知行为用。都不知道什么是爱的，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事情，但是我们往往背道而行，就不去做。所以心口不一、知行不一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人生这三个的问题架构还不够清楚。好，那我们说人生是一个哲学习题啊，它不是是非题，不是选择题，不是给人看。好，那重点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去慢慢的去想出我们这样的人生的答案呢？好，人生人是一个什么身心灵这三方面所构成的。那什么是身，什么是心，我们这个部分都很清楚，但是什么是灵啊，这个真的就很抽象啊。那就我就常举一个例子，比如我觉得一个人的状态就好像是手机，这是手机的外壳，就好像我们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的身啊。你可能有很健康的身体，因为很具体的一个外表，但是这些只是外在的外显的。好，那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在学校求学？主要原因是我们要灌输一些很多的新的知识。那就好像你拿到一个新的手机，你会灌很多的 APP， 很多的程式，能够让你来去使用这只手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很多东西。但是，一只手机有再棒的手机，再多的软体，再好的软体，可是这只手机如果没有了电，这只手机就如同废物一样，完全驱动不了这只手机啊。
完全做不了这些所有的程序啊。所以电是很重要的，电看不看得见，电是看不见的，有点过于抽象的东西是看不见的。人也是一样，一个人呢，再俊逸的外表，再健康的身体，一个人有再高的学识涵养，但是一个人没有把灵性的生命活出来的话，那么这个就不像是一只备用手机一样吗？那不就等于像废人一样吗？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重视我们的灵性的问题呢？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人为什么知行不一啊？为什么人知行不一呢？第一个，人容易迷失本心。海洋奇缘因为当中的哈，这个原本创造生命的卡菲迪，因为他的心被偷走，被这个毛衣偷走，所以我们象征着我们的心好像被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偷走了。偷走了就变成了一个破坏生命的铁卡。那对于海洋这个什么，他失去了他的心，就会开始不是他真实的自己出来的，开始一切都是搞破坏。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能被这个世界价值观的心偷走了啊，偷走了我们的心之后，那现在所出来这边真实的我们自己嘛，就不一定了啊。所以第一个，我们为什么会知行不一？第二个，会有生命的缺口。那生命的缺口分为四个层次，包含了无名的情绪。不过这边，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就被教育一件事，叫压抑你的情绪，而不是控制你的情绪。但是我想跟你讲说，你应该是要控制情绪，而千万不能压抑你的情绪。你开心就笑出来，你难过就哭出来，你生气你就说出来。好，但是你不要一直不断的压抑，你要适当的去控制你个人情绪是好的。控制，对的，然后就把他情绪宣泄出来了。OK， 好，然后接下来呢？这个盲目的情欲哈，那这个我常常看到很多同学都喜欢用一些名牌，比如说很多的同学的鞋子要不就穿什么 Nike 啊，什么爱迪达啊，或穿什么名牌的鞋子啊。请问卢宾腾的鞋子不好吗？卢宾腾，路边摊买的好不好？啊，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人常常会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于是呢，变成说我就变成我要去盲目的去追寻这些，这是一种情欲的概念。你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呢，我们高中同学啊，这个他们周末的时候不是去什么一般的饮料店啊，去什么会看看电影，然后去门店，不是哦。我们高中同学有一部分的高中同学，他们都会去吃下午茶。他们去哪边吃下午茶？去圆山，去金华酒店，去凯悦饭店，一些地方去吃下午茶，而且每一客总都七八百块起跳，下午茶还算便宜的。那同学就邀约我去，但是我其实都觉得，我觉得有点贵，而且我觉得还是没必要。但是当然有一次，还是反正一直都这样邀我不去也很奇怪，所以我就跟着去。去过那一次，我再也没有去了。好，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好，就像那个美女说的，贝尔说，人的要生活不该是如此啊，不该那么奢华。但是不是说奢华是不好，是我要必须要衡量我自己到底能够做哪些嘛。好，那我像我高中同学那，他们有一票同学，他们那个寒暑假啊，不是像各位同学可能就是去等也是新的地方，或顶多到六福村啊什么医保队去玩一玩，对不对？这已经算蛮不错的哈。那我高中同学他们怎么样？他们直接坐飞机到日本迪士尼去玩。高中他们的，他不是去六福村，是到直接坐飞机到日本，所以他们这种过得很优渥的这种生活的，会导致一些其他人也会很羡慕他们，当然他们自己也陷入他们的情欲当中。好，这人呢，这种话，你为什么想要让自己过得很好像外表上面过得很好，但是其实真的好吗？值得讨论。好，竞争的压力，其实呢，我觉得人啊，一从求学开始，应该说人一从出生开始，就一直不断的被比较。比如婴儿出生，你到底几公克，对不对？婴儿出生以后的头发有多少？你现在能够长多大？你能够长多高？上了幼儿园开始就比较什么？比较我们今天谁是乖乖牌，谁吃饭吃最快，谁今天睡觉最早睡着，谁一觉就可以醒来的呢？好，然后怎么样呢？都在比。所以我记得我儿子上幼儿园，然后他就变得越来越不快乐。我原本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他只是不想去上学而已。可是我发现原因是这样，他还没上幼儿之前，没有跟他比。可是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什么都在比。他不是会被比输的那个人。但是我觉得，因为人因为不断在比较，会变得越来越快乐。所以你真的因为比较，你会变得比较快乐吗？所以你是在里胜利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小到大被比较，所以我们就开始呢竞争的一些压力，导致我们心口不一样。这记不记得我跟你说，同学会是朋友吗？不一定。好，那因为同学之间都会有利益关系存在，有利害关系，所以呢，我们一直不断的竞争这种压力，导致你心口不一样，并不是真实的活出你自己来。好，那名利的诱惑对于现在的高中生的你们，可能比较无感。
但是请记得，当你可能大学或可能去就业的时候，你开始就会懂得提高免疫力了，因为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讲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可是请你不要忘记，我在中期光华线上课有讲过，能得到再多的名分，请问你磕得上去这个主会谈吗？磕得上去墓碑吗？能得到再多的财力，你请问你能够带得进棺材吗？如果不能，你为什么又那么在意这些的诱惑呢？第三个部分，人生观的凸显，目标不能化为所谓的动力，这很重要。我知道有些同学可能很不认同我说的有一句话，但是请你们可能都没有听懂我说的那句话嘛。我说课业不要把课业当成人生当中的首要，对不对？我常常讲这句话，因为你们不认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大部分同学都是因为没有经历过所谓生理时间，你没有经历过真正人生的，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的，所以你会觉得目前来看课业才是重要。当然有同学就说，对啊，我们现在不读书难道我们要干嘛？我跟你讲没错，课业很重要，但是不要成为首要。那我们不能追求课业的好吗？可以啊，可以。那我刚说的，我们人生当中的终极目标是不是建构在爱的上面？听清楚哦，你人生当中的终极目标是被建构在爱的上面。如果是建构在爱上面，当然要读好书啦。比如说，我未来想要当医生，我想当医生。我当医生的目的是想要帮助到一些社会里面弱势的家庭，有些弱势的孩子、弱势的人，我想去帮助他们。OK， 那请问这个动机是好还是不好的？当然是好的。你追求课业的好，是因为你想当医生，是因为你想帮助别人，这是好的。可是你有听过有一些人说，我未来想当医生，为什么想当医生？因为可以赚很多钱，因为我这样子比别人强，我在社会比较有地位。而这个动机就比较怎么样？不是基于爱的立场而去做出来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今天追求一个目标，你是以一个爱为建构之下，那当然是好事。像有些人想当律师，我当然班上有些同学或别的班同学，你先想当律师，因为他想透过他所学的专长去改变这个台湾的社会不公平的待遇，改变了人权。OK， 那很棒。可是我不是跟你讲过一个故事吗？我身边有一个人怎么样？他想当律师，当律师的目的是证明我比你厉害，我比你还会读书，我比你强，而且我可以赚很多钱。那如果是这样，就有点可惜了。所以我要说的是，人生观好，你的目标必须要建构在爱的上面。好了，那你说我想当律师，我想当医师，但条件是什么？我必须课业读好啊。但是我就说，这样子你当然可以啊，一定要读好。你不读好，当你连律师都不要，就像我不能当律师，我不可能当医师，因为我书读得很烂的道理一样。所以，可是我要很清楚，在我们人生当中，终极目标在于什么？你建构在爱的上面。好，所以因为我们终极目标不能化为人生动力，所以导致你核心那个自行注意。好，那接下来呢，醒觉跟修炼的缺乏。好，我觉得我在下次这边上课跟你们提过说，我觉得台湾教育有点失败的一点，其中一点就是我一直告诉你们要思辨。其实从你们这一代开始，其实是不断跟教育经历过二次教育改革嘛。那这二次教育改革其实是不断告诉你们要思辨，但是都越教越歪，越教越歪，歪到什么？你们不会思辨，你们在狡辩。好，抱歉我这样讲，因为发现很多老师告诉你要合乎逻辑的思考，要能够思辨，要能够做出这样，要做哲学思考，什么样的都讲这些，对。但是很多老师都忽略跟你讲很重要的概念，内省。思辨很重要，思考那你要内省啊。我不是去检讨，而是要检讨我自己。重点是在你们摆脱纠结，我们内化成为自己的动力才是重点。可是我们一直说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学会逻辑，我们只会学会逻辑去跟人家辩，而不是学会逻辑去想想自己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所以我们进校门的左手边那栋大楼叫什么楼？什么店楼？觉楼，是不是？好，为什么叫觉楼？叫自觉啊。毕竟我说我们的校园叫菩提校园，对不对？那菩提什么？菩提就是智慧嘛。所以我们电梯院不就有，我们老师电梯院不就有叫智慧觉。觉就是要自觉，所以觉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能够讲醒觉，能够修炼自己的缺乏，常常要警醒思考自己有什么还不够的。好，那什么还不够的，我们要回到人生上面的第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人应该会爱我，你的爱够不够？好，如果你的爱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去行出来呢？好，那我们刚刚说，那为什么人会心口不一？好，那为什么人事情不一？我们来看一个态度娃娃，你会知道了。因为这里面就会讲到我们刚刚说真正的缺口喽。あのさ、最近私なんか変じゃない？おおがそれ、笑顔がおかしいとか、
つもの A さん。ね。どうした？うん。そういえば、でこれ見て。え？なんで人形がつかないのに、私が人形になっちゃったことに。また買えばいいらしい。こんなの我慢して笑ってれば全部丸く収まるんだ。ずっとそうやって取り過ごしてたの。何これ、みんなから分かってくれると思ったの。こういうのを出してた意味のような間にこういう積んできたりとアイドルのリゾッケットのものだ。あの、私、こういうもので。私、こういうのはちょっとこの笑顔やる気満開じゃないですか。違う、夢で見ましょう。違う、いいね、いいね。あ、私はい、ちょっと可愛い。はい。それがいいっすね。うん。可愛い、可愛い。可愛い。请问微笑对人不好吗？
对不对？为什么怕他呢？我跟你讲啊，有学长跟我说，他很可怕呢，哈，真的蛮可怕。你为什么觉得他可怕？因为他没有办法活出真实的自己。你为什么觉得这部影片可怕？因为那群 A 的粉丝不能活出真实的自己。所以我们再回去再看刚才说的生命的缺口啊，生命缺口线包含了无名的情绪。从小 A 姐被教育就是要压抑你的情绪，而不是控制你的情绪。第二个是盲目的情欲，包含那些 A 的粉丝怎样盲目的去追寻、追逐像 A 姐一样的人啊。第三种，我们看到名利的诱惑，我们看到那个经纪人是怎样在利用的 A 姐啊，能够赚更多的钱财，这些都导致我们生活当中的知情不已。什么是爱自己？你必须先了解自己，把你这些拿下来，不要再做一个伪装的你自己了。你要先能够爱自己，才能够爱别人。我们在那个美女的时候就讲嘛，每一个生命的权利是什么？被爱的，每一个生命的义务要去爱人。所以我们要活出那个爱的那个样子啊！所以你必须先能够把自己的伪装的面具拿下来，了解自己啊，爱自己。那我们唯有我们自己爱自己，我们才能够懂得去爱别人啊！所以你要内省自己的爱够不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说的哈，内省还要省察自己什么？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东西，那些不好的欲望啊，那些东西。来源在哪里啊？佛教说五谷心，那其实人都主要我们说贪嗔痴啊，这佛教说人有三身苦，老病死，这是我们不能克服的问题。但是人有三心苦，贪嗔痴是我们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基督教天主教也会说七宗罪，基督教会说试探，我们要怎么样超越它，或我们怎么样去克服掉这些所有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师徒列车》的预告片。好的，预告片现在我们今天在会大概花时间讨论《师徒列车》。这《师徒列车》有五种人啊，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五种，你可能是其中的一种人，你是哪一种人？你想想看，你是这里面的哪一种人呢？我们先去看一下预告片。
其实整个国家都已经开始爆发了生化瘟疫，只是所有人却浑然不知，对吧？就是流浪大叔也轮到流浪车了，而这个个子小女孩要看不起流浪汉的时候，本就自打人渣了。小女孩要去区区被壮汉拦住，我们就在那等着。成功的给流浪大叔感染了妹子，没心没肺就被感染了妹子，万一做凉了，之后便是全身的疯狂感染，也是疯狂的传染。但是有一个怀孕的老婆，两个月还没进门就被这次男生关在外面，还好万事都好，还是进了。男主也发现这些缺陷了，但是并不会自己开门。之后男主接到了母亲最后的电话，母亲被感染了，临终前告诉他照顾好儿子，是女儿。历史上人们也看到新闻，整个韩国都被感染了。这次男主告诉女儿，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关心任何人，自己最重要。人们都是下一站有决定接他，希望能在下一站下车后，男主带女儿一个大伙去韩国领他的安全地。而女儿也为父亲的自私行为感到伤心和生气。而现在便是男主准备的开始，在这一站的他们军队早已经被感染，但女儿被吃掉的时候，大锤救了他。大伙匆忙上车，男主跟大锤几乎追不上火车的时候让他上车了，但是他们也纷纷和女儿一起到处走失了。大锤接到电话知道了包括男主孩子的位置，但是放上去三人赶来营救，回来的路上流浪汉踩到了瓶子，一电话竟然告诉你踩到了瓶子，下来这里的人家根本就不让给他们开门。大锤正堵门的时候被咬伤便秘，一个人为了大家的生存阻挡下关键的局面，而相对的人家为了不让男主他们进来拼命阻挡，千钧一发之际老奶奶选择电话把希望留给了男主一行人，老奶奶他妹因为憎恨这群自私的人而抱紧了丧尸，最后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了。男主也跟女儿口中得知那首叫《春晚》的歌是给他唱，因为战狼谷出生不得不换来列车，放学立刻放上被打算穿过列车，却被人让给陷害。两个人开心就玩挂了，我们要被人家陷害，还好叶科长。男主一行人被丧尸围堵，而流浪大叔也随即大腿堵住了丧尸，为了众人牺牲了自己。而现在也只剩下男主、岳父和女儿，还有那些不小心被咬到而感染的人渣。男主一人阻挡变异的人渣，玩命的把手往人嘴里塞啊！一条猪没咬，谁没咬啊？值得感慨的是，在面对危险时，人性都展现了人性美。从一个自私的男人到一个可以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人，在变异离死前，想要的也是一个最爱自己的孩子。也许我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但是我是一个称职的父亲。谢谢你让我学会了担当责任。爸爸不能再陪你了，但你要记住，爸爸爱你。列车停靠，当军想要视察不知是否被感染的岳父和小女孩时，这听到的小女孩那是交给父亲扛过去的。太让那人眼泪看到电影的最后，也感慨人的善与恶。我们不能站在道德的最高点去评价你，但是影片也确实告诉我们，恐怖的不是丧尸，是人心。好，那这边影片呢有五种人生讨论嘛，我们先从佛教的说三心主来讨论说贪嗔痴的三种人。那这里面谁最贪，并不是那个六江大叔，最贪的是那些所有的众生化病毒人。啊，他们有共同特征叫做白目，就眼睛变白，像白内障一样白，够白目啊。但是死白目也被比白目。啊，第二他们很笨，他们有多笨？他们连开车门都不会。啊，这一群那一群所谓重生化病毒那些路中行尸走肉般的贪，对他怎么样？我们身边可能有类似像这样子的，去找这样寻找下一个可以被我分支，可以下一个可以被我残害的一些人。明明自己没有准备断好的东西，然后不要看了啦，大家裸考啦，大家裸考。那巴不得是自己考不好，别人也不要跟你一起考好的那种观念。所以我们身边有没有这种很贪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要多还要更多，啊，多还要更多。好，第二种人呢？第二种人是秤，好，就是所谓的如同的衣冠禽兽，好，这个他以及他的相的运的状况，就是这个客运在大叔如同衣冠禽兽般的话，他其实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不去做，叫知行不一嘛。对，这样子的人就是说，我刚刚说是如同衣冠禽兽。第三种人啊，第三种人如履不沾行的，让我们看的是说这边所有的乘客，我觉得我最常会觉得盲从无知型的。什么叫盲从无知？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选择听信的客运站大叔说的话，说，因为他们刚才从另外一个车厢过来，所以他们一定也中了生化病毒，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把他们赶过去，叫他们赶快过去，都是听，他们都全部听从客运站大叔说的话，所以他们就把这群人赶到另外一间车厢，然后呢把门堵得非常死，然后呢。这个时候有个老太太不是受不了了吗？她就决定就拿偷偷的摸摸去把那个车门打开，让那些所谓的那个僵尸病毒那些人冲了过来，把这群人全部都咬死了哈。当然最厉害的是谁？最厉害的是大叔还躲在厕所里面。所以我要说，这个盲从无知常常被带风向，自己搞不清，不能独立思考，搞不清我自己状况的一些人，其实下场往往是最惨的。而第三种，第四种类型的人懂得知行合一行的，知道什么是爱。也知道该行出来善的行为，那就是包含小女孩的那个孕妇，啊，这懂得知行合一行。他第五种人是懂得牺牲奉献型的，这边我们看到有几个人牺牲奉献，包含一个大锤，包含一个老奶奶，甚至还有流浪汉，啊，他们都是懂得牺牲，他们不需要牺牲掉他们自己的，不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要去救别人呢？是不是？人自私，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啊！所以他何必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们懂得真正的爱，你行出来该做的事情。好，你说孔刘他到底有没有
牺牲的，我并不觉得他的牺牲，因为我觉得他有点不想出柜，因为这些一切都是说他所引起的，一切都是他所引起的，因为他去投资，他不是跟那个那什么基金的那个经理嘛，对吧？他去投资那些钱，投资失败，然后他那个什么投资那些工厂，他放出一些化学物质，所以导致的鹿啊被感染，然后去咬人啊，人就咬人啊，好，导致这样。所以我觉得并不觉得，当然他那个行为叫做牺牲。好了，那我说灵性需求包含了迷路跟河路啊，你在灵性的提升跟知行合一。马斯洛的人生的需求理论其实有最高层次，但是我们常常会忽略，大家都在觉得这都不太没有提到，这什么叫超自我实现？我们一直只提到作为自我实现，其实大家后期就讲到超自我实现需求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而这超自我实现是看不见，是比较虚拟的灵性的提升。好，那当然除此之外，另外一个学者就高人啊，他提到多元智能。他在最后期的提到，应该是或者刚刚比较后期提到说，人的第九大智能叫做存在智能，存在智能就是对生命的探索的智能，每一个人都是有的。其实这个讲说穿点，其实是灵性的智能啊，我们都有，但是我们往往会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啊，或者因为我们可能所学的东西，可能我们开始会忽略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存在智能是也是会告诉你，我想说从这两个学者来跟你讲说，每一个人都属于自己的灵性。但是灵性，我刚说是非常难看得到的，是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哈。好，我们刚刚说到内省，到底你的爱够不够？反省什么事情？反省的爱够不够？那到底什么是爱呢？好，我们刚刚不说人为什么活？人要为爱去活嘛？什么是爱？那西方讲的爱跟佛教说的慈悲有点类似啊。那西方七大所说的爱呢？最高层次的爱叫达伽佩，就是有点像牺牲的概念啊，牺牲的爱。就像是我们上次看那个铁路翻译员，他如果选择拉下拉杆，牺牲掉他自己的儿子，那就是最高层次的爱。好，这就是最高层次。刚才我们看到那些那个流浪汉也好，或者是大锤，或者是老奶奶，他们选择怎样抵挡那个所谓让其他人都走得快，这个就是牺牲的爱。不过都不容易，非常难，这是大家的爱，那也是这些以慈悲，好，慈悲的概念。好，那这个我们今天来先介绍这个，还是要再回到这个这个家庭好像，这是东方大哥跟他的儿子。东方大哥他为了他的儿子选择改变，我觉得牺牲这种东西很难说啦。我们不真的没办法随时随地为了一个人去牺牲自己，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告诉你说，我们把牺牲重新换成自己的改变，你会不会愿意为一个你所爱的人改变一些事情呢？改变一些行为呢？如果你愿意为你所爱的人去改变一些行为的话，那就是一种牺牲。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东方大哥牺牲了什么事情的话，听听看他说了。那今天要仔细听一下这段影片的原片，我们下一站还会看小东方怎么说。回忆起他的父亲的事情。Thank you.
以通过他个人，他选择透过他自己，然后去把那个东西丢掉。那当然，我们说最毒气一辈子是从盖棺才能认定的这样。他真的在2013年，我就过这个，他真的都没有通过的这个，因为他儿子说爸爸你生病了嘛，我们是男生。好，所以他选择的改变，我就说这种改变就是叫做牺牲，为了他所爱的人。然后生命教育的东西其实蛮抽象，包含灵性啊，但我们就有提到一个灵修六原则。而这灵修六原则就是能够让你落实在生活上面来省察自己到底做得够不够。那我刚刚说灵性东西本来就很抽象，所以这也是我们这学期的一份作业。那这份作业就是请你把生命灵修六原则能够结合在你生活上真实发生，你这样写出来，大约50到100字就可以了，不要写太多字，太多字也浪费你的时间。反正能够实现出来这个灵修六原则，真的是比考第一名还来得更重要。好，那我们抽一位同学，帮我们下课，抽一个同学是34号。34号，讲过了是不是？好，那3号，这是哪里？啊，评讲过吗？可以吗？好，好，好，谢谢，开课喽。Thank you.